你去就在家待着，我告诉你，这不能商量，这是命令。爸爸，我这次必须要去。你必须不能去！你给我，你，哎呀，这要死人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不是儿戏呀！ 钱我都掏，对，我家什么手段、什么药都可以上。大夫，你们千万把他救回来求求你们了。大夫，他心脏不好，你们一定要小心点啊。我家里人也行，我知道，你们先冷静一下，我们怕的就是并发症，所以要跟你了解一下情况。谢谢您了，谢谢您，我谢谢您了，大夫，谢谢您了。 天一亮，爸爸就要去北京了。那儿的情况很严重，刚才没跟你说。其实啊，我这把年纪真的没什么，但你不行啊。 可我不能躲。可是你去又能起什么作用呢？我不知道。反正除了你，我最在乎的人现在都在那儿。